頭先講嗰個悲花經裏面記載嘅阿彌陀佛嘅內容，即係轉輪聖王咧，其實不遜太子係觀世音菩薩，轉輪聖王就係阿彌陀佛啦。轉輪聖王咧，佢初初唔肯發心行大乘，因為佢好想做皇帝，生生世世做翻轉輪王，我都好開心。啊！生生世世長命，生生世世靚，生生世世咧個國土夠就夠噶啦。但係當寶藏如來，當呢個寶開梵志同佢講：哇！原來成佛咁犀利噶！哇！原來菩薩咁犀利啊！哦，係喎，係喎，有佛住世，我冇理由求啲咁簡單嘢啊，係嘛？仲係求啲福樂，不如求下成佛啦，都啱噶喎。不過咁喎，我好想。我好想，如果真係成佛嘅話，我就要最靚嘅佛國嘅喎，我要最靚嘅佛身，得唔得？係咁樣嘅因緣㗎。釋迦如來於此五種國世，以各種不同嘅方法教化根器參差不同嘅眾生修行，令其離苦得樂，直至覺悟成佛。但係五種惡世眾苦結集，逼老眾生，智靈不少修行人飽受痛苦。有些甚至乎會退失菩提之心，這個呢在五族惡世呢很大磨練的。為什麼我說會退失菩提之心？我想問你，菩提之心那些人是什麼人來的？菩薩，他方成願而來的菩薩，對不對？會不會退失的？四地以內會退失的，頂不順啊，雜氣重啊，結集好多塵勞咧，會令到佢退失菩提之心。一退失，咁又再玩過噶啦，好慘噶。好啦，為咗要令到修行人可以永遠擺脱一切苦難嘅纏縛，生於清淨國土，永不退轉，永遠唔退失嘅。有咩辦法呢？在这个五种恶世，就算释迦如来说法道理呢，那些人都会退失的、哦、好像我们说妙法莲花经有 5000人退席的嘛，是不是？那他们会不会退失、啊、退失、哦、即是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说法都未必确保你不退失，那他怎样可以令到你不退失呢？唯一一样东西，他叫你去地道，因为这个五种恶世太难修行了，对不对？好了，直至成就圆满佛果，释尊乃相应阿弥陀佛过去的大誓愿力，于此世间为诸众生说出一切难信之法，赞叹阿弥陀佛及极乐国土的功德殊胜庄严，再三普劝众生，乜嘢啊？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更说道：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你已经去咗嗰啲，而家准备去嗰啲。或者而家去唔到，將來會去嗰啲肉身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佛說《無量壽經》，佛說《阿彌陀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嗱，我哋叫淨土三經啊，喺裏邊咧好詳細，佛陀對住呢個世間嘅眾生去講述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嘅功德殊勝。因為一切能夠往生極樂淨土的眾生，一定可以永離諸苦，決定成佛，一定的。是不是三根土攝啊？又是喎，咁就三成教法又得嘅喎，乜人上到去咧就安心噶啦。好啦，好啦，阿彌陀佛，意譯無量嘅意思，阿彌陀係解無量，無量係指兩樣嘢，無量光明，無量壽命。好了，這些不解了，意思就是說，凡是這個如來的光明，在這個國土的人民全部得無量的光明以及無量的壽命，直至成佛。不是只是阿彌陀佛，是所有生於極樂國土的人都得這種果報的。無量壽經裡面說，無量壽佛有13個名，是故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記住喎，無量光啦，無邊光佛，無外光佛，無對，即係冇相對，冇俾佢啫，咁同一樣咁光有冇㗎？冇㗎，冇得對比㗎嚇。
焰王光佛，火焰之王咁解，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冇得称量咁解吓，超日月光佛，呢十三个名系咪全部都光啊？佛光普照，所以有好多人咧临往生前咧见到好光啊，一生念佛。好開心，哇！我見到好光啊，你唔好理我啦，嚇、啊，跟住嚟咯喎嚇，我去先啊，即係嗰種啊，好開心嘅喎，啊，好犀利嘅，所以咧，我寫個極樂國土嘅嗰個歌嚇、啊，到最後點講啊？啊，漫天聖音禮樂聞係嘛？哇！聽到好多聲音，接歡迎我哋啊！啊！鮮花散香歸佛境啊，好開心嘅，你唔好以為。即死係唔開心，好開心嘅。有福嘅人生又開心，生存又開心，死又開心噶嘛？啱唔啱先？點解啊？生死喺佛教嚟講，佢係一個過程嚟嘅咋。即好似我哋話換車啦，差咗成世啦架車，係咪啊？咁呢個車嚟嘅啫嘛。咁你要愛錫，咁你仲用嗰日，你都要愛錫佢啊嘛！佢夠鐘嗰陣，仲揸住佢，掉咗佢啦！有架靚車啊，蓮花車啊嗰架，大如車輪啊嚇，啱唔啱啊？即係呢個佛經就係講我哋咧，要話俾我哋聽，其實喺兩千幾年前，釋迦如來對住呢個世界嘅三界眾生講述宇宙間有個嚴正嘅淨土，叫我哋去移民去嗰度啊！咁嗰個國土邊個做出嚟噶？乜嘢人嚟噶？咪阿彌陀佛咯！佢個光芒遍照整個宇宙虛空啊！啊，點解佢個光芒咁犀利啊？《彌陀經》就講啦：，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有冇擋得到佢個光啊？冇，穿透性嘅。是故號阿彌陀，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計唔計到幾多劫噶？計唔到嘅。故名阿彌陀。好啦，回顧翻個《悲花經》啦。阿彌陀過去就係為轉輪聖王喺呢個三提南國作為一個轉輪王，因為呢個寶海梵志個仔成咗佛叫寶藏如來，佢俾呢個寶海梵志啟發咗佢發菩提心，於是乎佢喺寶藏如來面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並且説道：留意下，佢國土就係咁樣嚟噶，我寶藏如來，我要將來之世行菩薩道，作大回向，誓要成就如此清淨佛土，方願成佛。如果成就唔到個佛土，我成唔成佛？唔成。當我成佛時，一念間成正等覺光，佛光能遍照十方無量無邊百千億諸佛世界，百千億諸佛世界啊！我嘅壽命無量無邊，百千億劫，除了如來，除咗諸佛啊！沒人能知我真正的劫限，我的世界沒有一些只求自利的小乘修行人，但是他小乘修行人都攝曬去的，凡夫又攝曬去的，但你一去到呢，你不會收小乘的，你全部入大乘的，好啊，只有大乘菩薩有多少啊？無量無邊，除了如來沒有人能知道真正的數目。願我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後，十方諸佛都會共同稱揚讚歎我的佛名，一切無量無邊所有諸佛世界裏面所有的眾生聽聞我的名字，若果修種種的善因，欲生我國想移民你啊，命中之後一定得生，犀唔犀利啊？係佢未成佛之前，未涉佛國之前，在寶藏如來面前許下的誓言，除了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真、出佛身血的五逆罪，還有誹謗聖人、誹謗正法的眾生除外，因為有太重的業離不到，或者太重的業那一生離不到，就算真的犯五逆罪，真的有些人是這樣，有些人真的不夠善根福德因緣，這生去不到，但是當他所有業完了之後，
都有機會去，因為聽過阿彌陀佛，醫生去唔到啫。OK， 只要佢能夠預善知識，自成慚悔，面對自己種種嘅果報，再修功德，再發願阿彌陀啊，肉身阿彌陀，將來之世都能夠去得。點解呢？因為佛曾經講，佢呢個世間嘅所有捐非愚動嘅眾生，乃至一切嘅眾生，因為聽聞阿彌陀佛，皆一一都皆得救嘅，都會改變得到佢嘅。好啦，如果有眾生生前曾發大乘菩提心，即係上根咯，廣修種種善根，希望能生我國土，臨命終時，我會與其他菩薩在他面前現身，當他見到我深深歡喜，即能化身在我國土，而一切菩薩欲向我求法，必會如其所願，皆令得聞。這個一切菩薩欲向我求法，不一定在極樂國土，你在這裡，我認得跟觀世音菩薩說，我再問他老師阿彌陀佛，老師我想明白這個法，你教我吧，他都令你明白的，明白的意思嗎？啊 OK 啊，其他無量無邊所有世界一切菩薩聽聞我的名字，在成佛道路上不再退轉。為什麼有些菩薩不去極樂國土啊？因為他在極樂國土去的，明白我意思嗎？但當他在極樂國土去了，在一切世界去廣度眾生，再叫阿彌陀佛，一定得不退轉，很快你有什麼不明白的，老師都繼續會教你的，這樣、一切佛法皆能成就，直到成佛，厲害啊！在我覺悟成佛之後，乃至入滅，再過無量劫的時空，在無量無邊不可計的世界裏面，當中有菩薩聽聞我的名字，心得正信，歡喜禮拜，這些菩薩能得最第一信心歡喜，欲求何法必會成就，直至成佛。即是說阿彌陀佛現在是佛，到他入滅之後，再過無量劫的時空，他的願力還在，你一叫他，你都會明白佛法，直至你成佛的。如果有女人聽聞我的名字，能夠因眾尊貴信心歡喜，就能發大乘菩提心，直至成佛，永不再受女人之身。寶藏如來，但願我能夠攝取這個莊嚴佛土，成就以上所說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廣度十方無量眾生。我要得證這些願望，然後方成如來無上正等正覺。這一位轉輪聖王得蒙如來授記，將來作佛，個名叫做無量壽佛。這個就是最初阿彌陀佛過往生在《悲花經》記載的，以一個轉輪王身對著寶藏如來所發的大願。此外亦都在往昔行菩薩道時出展這個《大阿彌陀經》啊，曾為國王，名為世遙王，出家修行，號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的佛國裏面，因為秉承過去發願攝取佛國土這個大願，這個世自在王如來當然知道了，跟著就啟發他有攝取佛國，跟著他就說，世自在王如來，你可不可以令到我攝取莊嚴佛國呢？世自在王如來說，所有佛國不是我令你攝的，是你自己攝的，我不可以教你怎麼攝佛國，我只會圓滿你攝的佛國，你要攝取佛國由你的心去認識。他說我是一介凡夫，我雖然出家，但我不知道佛國是怎樣，你可不可以令我向我介紹一下其他佛國土是怎樣，等我專注去認知，然後在你面前發願攝取啊。好，佛以神力令到這個法藏比丘遍觀210億個佛國土的功德殊勝，明白了
將211嘅佛國土嘅殊勝匯集埋，做到一個遠勝210億佛國嘅莊嚴佛國。於是乎，呢個法藏比丘就喺世自在王如來面前立下48大宏願，攝取清淨圓滿佛國，接引十方眾生令離苦得樂啊，覺悟成佛。所有如來喺世間都係令你離苦得樂，跟住點啊？覺悟成佛，啱嘛？好啦，但係綜合法藏比丘嘅48大願，可以分為四類。嗱，極樂國土具足四類功德㗎嚇。喺48大願當中，我將佢歸納咗四類。第一，願證光明無量壽命無量威德無量十方如來共所讚歎嘅圓滿佛身。點解要有個咁嘅佛身啊？因為令眾生有目標啊！冇呢個佛身得唔得噶？唔知乜嚟噶嘛？係咪要現一個佛身啊？有幾靚啊？一見到你，哇！佢咪係咪有目標啊？所現嘅佛身目的係咩啊？攝一切眾威係令眾生攝服啊！呢種願力嘅功德力一俾你一睇到，所有人個心就去曬噶啦。我哋有冇睇到《地藏經》點啊？目不暫捨啊，係嘛？望住如來，眼定定，眼都唔捨得眨啊！睇住，哎呀，好開心，好開心係嘛？點解？如來嘅德相圓滿啊嘛，圓滿德相令眾生心生歡喜啊嘛，所以願證。光明無量，人好奇怪嘅，一睇到光，哇，好靚啊，係嘛？啲燈飾，哇，煙花，哇，佛嘅光，哇，好靚，光芒。壽命無量，點解啊？永存世間。威德無量，攝眾嘅能力無量無邊。十方如來共所讚歎嘅圓滿佛身，首先要攝呢個身，仲要令所有如來都要讚我。二誓願攝取眾寶合成九品蓮池寶樹羅網美妙絕倫香薰法界福樂無盡的莊嚴佛國，整咁靚做咩啊？俾我哋彈。如果唔為眾生整咁靚做乜？明唔明啊？係咪好偉大啊？慈者與樂，好似爸爸媽媽。成就一切同邊個分享啊？同仔女嘛，啱唔啱啊？十方如來都係眾生嘅慈父慈母，啱唔啱啊？所有眾生都係慈父慈母嘅愛子，係咪啊？佢莊嚴到咁靚嘅佛國，就係要接我哋翻去同享如來清淨嘅福分啊，啱唔啱啊？呢個就係佢攝取佛國嘅願力。誓願接引十方眾生同生淨土得無量光明無量壽命，所有眾生的身上會怎樣？福德圓滿，正定圓滿，神通圓滿，智慧盡皆圓滿。有沒有不圓滿的？沒有的，個個都英俊，個個都英俊到不得了的嘩嘩聲的。還有天生正定，不用學的，天生智慧，天生有神通，自然具足的、哦、你在五族惡世要修的嘛，那些干擾你的嘛，那些環境會阻住你的嘛，不用去到那裡，那裡快一開就什麼都有齊的了、啊、並能親近禮敬供養十方諸佛如來，當我們花開見佛的時候，無數菩薩就引領我去到其他世界供養諸佛如來，行普賢願呢，是吧？修種種功德，能廣行大乘菩薩道，得無礙辯才。哇！所有人都一係唔講嘢，一講嘢咧真係不得了。能盡說一切智道，你乜嘢法乜嘢智喺佢嘅所有國土人民都能夠演繹嘅嚇，在無上道得不退轉，終得成佛。四十方世界一切大乘菩薩。聞阿彌陀佛聖號，唔使去，你一聽到阿彌陀佛聖號，皆得菩薩無生法忍，意思咩啊？解脫啦，正波嘢啦，而且生尊貴家，
身尊貴家的意思是什麼？得人尊重、尊敬的意思。諸根具足，不止具足，還非常靈明啊！啊，他的思維啊、眼目啊、聽覺啊、演繹能力啊，非常具足，速得清淨三昧，一聽阿彌陀佛，合於清淨的本體，正種種的三昧定境、三昧定境，普等三昧，普即普及，等即平等，入於清淨平等三昧，咁解。具诸功德，得不退转菩萨位，意味着呢个如来一成佛，成就圆满国土、圆满佛身，摄受一切世界嘅众生。第二，所有国土嘅福乐圆满嘅，能令一切众生生于佢国，无欠缺，直至成佛。第三，接引一切世界嘅众生同生佢个国土，喺佢个国土当中，全部圆满一切功德，能够得无碍辩才，能够化度一切世界嘅众生。還有其他世界的所有菩薩眾，一叫到阿彌陀佛，你想學什麼法，自然成就，你自然在無上道德不退轉，具足一切三昧力、神通力、智慧力、辯才力。好了，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如來面前發了這個願，依願修行，積功累德。如果我記得佛經說發完願，是否就要那個願就成就呢？經幾多劫啊？經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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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多劫，係咁嘅喎，唔係話我一發咗願就成功喎，唔係喎，每修一個功德，菩薩累劫生死嘅，要將功德力回向莊嚴自己嘅願。你話佢四十八個願，你話佢修幾耐？它不會憑空而有的，全部都是有因有果而攝的。終於在釋迦如來成佛之前十劫，佛說的，佛就說了，在娑婆世間的西面，經過十萬億個佛國土，終於得成佛果號阿彌陀佛，真真正正攝取光明無量壽命無量的極樂國土。這個國土不單止永無惡道痛苦，而且極妙莊嚴，無量宮殿樓閣、蓮池、如林寶樹、羅網、七寶池、八功德水，光明莊嚴。阿彌陀佛以廣大誓願，攝引十方一切世間上、中、下三根的眾生生此國土，五隻手指當中皈依三寶，去得㗎啦。諸我莫作，衷善奉行，去得㗎啦。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淨土，搞定啦。咁呢個叫做一般啊！如果你話我係小乘人，去唔去得？去得啦！如果你大乘人咧，去得啦！頭先有位師兄講，我可唔可以唔做呢兩樣嘢啊？得噶，你去做呢三樣嘢。你唔做呢兩樣嘢，不過去到極樂國土做啫嘛，係嘛？我哋記唔記得極樂國土嗰度？因為我哋嘅福力見唔到佛嘅喎。咁佛咧點道理呢？佢幻著了鸚鵡、舍利、白鶴、孔雀係嘛？嘉陵窮貧騎共命之鳥啊，出和雅音妙音係嘛？説種種法，其音演唱咩啊？五根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誒，咪釋迦如來教嗰啲咯。不過你唔係喺呢度苦難地方學啫嘛。在那裡地方學而已，對不對？是不是全部都要學的？那你一聽就明入定，一聽就明就入定，眾生聞者皆生念佛、念法、念僧，車不是又一樣？明白嗎？是不是十方如來都守護這些法？有沒有如來不教這些法的？如果現在有個末法時期說不用學這些法，話俾你聽，嗰個係咩人啦、啊？啱唔啱？將來未啦，如來嚟呢個世間都係教呢啲法噶嘛？係咪三世如來共所守護啊？如果冇準則點護啊？明唔明啊？所以我哋一明呢個明嘅人係幾緊張咩？係咪先？所以我好渴望將我知道嘅嘢同大家分享，分享咗就希望你又明白，你記住我哋大家一齊守護如來正法。冇錯㗎，呢個一定啱㗎。
唔理佢大乘好小乘好，其實都兼用曬嘅，冇分彼此嘅。去到極樂國土一樣同一味嘅，將來花開先可以見佛嘅，見佛先可以聞如來說法。你嗰陣時就講妙法蓮花噶啦，咩叫妙啊？釋與空搭住一齊做嗰啲啊，嗱發普賢願嗰啲啊，咁咪妙法咯，係咪好簡單啊？嗱，三藏十二部經，我透過呢幾日咧，其實將個精華要義咧話曬俾大家聽噶啦。但係點樣執行呢？五樣嘢就搞掂啦。所以我到拉尾介紹埋觀音菩薩、阿彌陀佛，咁都仲驚？冇得驚噶咯喎嚇，唔使驚噶嚇。OK， 九品蓮花化身，清淨香潔，福樂壽命無量無邊，阿彌陀佛更發眾鳥啊及無量天鵝，哇！嗰啲叮叮噹噹喺啲樹嗰度，啲風一吹，越聽越開心啊！越聽越解脫，演說和雅妙音，眾生聞已，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國中更有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及無量不退轉菩薩，有幾多啊？無量無邊，話明無量無邊啊嘛，為佛所以知嘅，冇人知嘅數量嘅。廣宣法音，助佛教化無邊眾生修行清淨，大成菩薩行。去到嗰度，你唔想成佛啊？唔得噶咯。好啦，咁啊，當中咧呢度咧突出咗咧個四十八願嘅，其中有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第十七願切我得佛，睇下咯，四十八大願當中嘅第十七願，十方無量諸佛。若不共讚我名，說我國土功德之利者，我不取正覺。咁阿彌陀佛取咗正覺未啊？取咗，所以將來你成佛，你都會讚。點解啊？因為呢個如來發過呢個願，啱唔啱啊？你自然會讚嘅。是故釋迦牟尼佛、釋迦如來對此世界嘅眾生無問而自說極樂國土功德莊嚴，並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無量功德。應翻呢個如來未成佛之前嘅願，第十八願切我得佛，十方眾生自心信教欲生我國，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為除五逆誹謗正法。意思就係話，將來法藏比丘話我成佛，十方世界唔理佢邊個世界，留意一下四個字啊，自心。咩叫自心啊？自性啊，咁啊。好啦，去啦，去啦，去啦，是但啦，去啦。咁算唔算自心？真定假噶？咁我都試下啦。算唔算自心？唔算噶喎，明唔明啊？咩叫自心？哎呀，咁好噶，好好，你想唔想？想啊，好想去噶我。咁你快啲發願啦。哦，阿彌陀佛，我真係好想去噶。算唔算自心啊？我睇字咧，一定要用個心去睇嘅喎。你才達到那個效果的。自心信拗，拗即是喜歡，就是說我們要自心信不信啊？信到不得了，看望到不得了，叫做拗，很想很喜歡，這解有沒有比其他東西更喜歡？沒有，我就喜歡這件事，我喜歡到不得了，我一定要去，這叫自心信拗。所以我哋要知點解我都念過啦，阿邊個都念過，點解去唔到咧？佢唔夠自心咯，佢唔係好信咯，佢唔係好緊要佢要去就得，唔去就得嗰種咯。唔係啊，自心信拗係一定要去到啊，嗰種叫做自心信拗嚇。OK， 欲生我國，佢咁中意嚟我嘅地方，我一定接佢，乃至十念。十念嘅意思係咩？嗱，唔好誤解咗啊！一、二、三、四，就是念十聲，其實不是念的意思，是十次憶念啊！念是用個心去念的。譬如我成日舉一個例，你出咗嚟咁耐，你知唔知你煲緊水喺屋企，你未熄火啊你？嚇，係喎係喎，咁我想問你聽得安唔安樂啊？你念緊咩啊？念緊火，即係我故意咁講啊！念的意思就是話，你係你諗住嗰樣嘢，流露言語，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真係想嚟嘅，阿彌陀佛，我真係想嚟嘅，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咁樣念喎，就唔係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砰
食，即係意思即係話嗰個唔係至心信仰，嗰個唔係十念啊，嗰個念口妄嘅啫喎。因為點解咧？你記住一樣嘢咧，十方如來佢發呢啲願嗰陣，佢真唔真噶？係咪至心啊發願啊？跟住至心放出去噶，係咪啊？咁你係咪要至心嘅人先相應啊？